这个通知是不是要通知我们单元，或者通知我们支援者？我不愿意卖一点，我不愿意卖一点，是不是？你们总是这样子负面的。来，徐书记，你是咱们社区徐书记啊。这封门是谁做的决定？这是上级党委做的决定。上级是哪个上级？说清楚。接到办事处。来，东西拿给我看，你的命令了，你接到封门的命令，东西拿给我看。红头文件拿出来。来，东西拿给我，书面的东西，你口头一说，是不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？ 我要能做这决定的话，我还在这儿吗？那东西拿来，谁给你下的命令？东西拿来，下的你手机上的也先给我拍一下，啊，没有文字的，没有打出来的，下的你手机上的命令给我看一下。你上级给你下的命令，马上让你成网红，徐书记。我希望我能成网红。好，我成网红不都挣上钱了？我挣上钱，我也干这活呀。啊。 我希望你不要拍我手机，行不行？那我得看到东西啊，谁给的命令啊？哪来的东西啊？谁命令你的？你说不是你下的命令，那谁下的命令？对不对？我们得了解呀，对不对？我们单元没有一个阳性啊，没有一个阳性，你为什么要封我们的门？啊？这没有阳性的话，我会找这还是？那哪一家是阳性？说出来。哪一市是谁？说出来。有没有？ 啊，哪一个是阳性？你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核酸也都做着呢，谁是阳性？你说出来，指哪家？您是哪位？您是哪位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说出来。这是徐书记，我知道你是谁。我们社区警务室啊。社区警务室，你叫什么？ 你挂牌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有没有名字？有没有工作证？啊，有没有名字？有没有工作证？没有的话就不要吭气，没有就不要说话，对不对？我要你工作证正常吧？你既然来了，你来执行了，你得有东西吧？我不说，你到这个九号楼一单元。那请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凭什么在这说话？你是谁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凭什么在这说话？ 你是谁？那东西亮出来，工作证有没有？衣服大街上到处都是。工作证，我负责。我姓鲍，我叫鲍刚。你叫什么？你是谁？敢不敢说名字？名字都不敢说，你还在这负责？名字都不敢说的人还在这要负责？那肯定是徐主任认识他呗。喂，你好。 名字敢不敢说？我就看一下是谁下达的命令要封这个单元门，我们单元谁是阳性，东西拿出来检核酸结果谁是阳性，我们单元里，对不对？我没激动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我没激动，我问的都是正常问题，谁阳性？有阳性你封门，我理解。啊，有阳性你封门，我理解。我没有着急，你先说你是谁，你为什么来过问？ 你有没有权利过问？不用等会儿，现在就说。你干啥呀？你说事儿，好吧？啊。打电话干啥呀？我们有阳性，你封我不吭气。有是谁？说出来。几楼的谁家的是阳性？对不对？说清楚。相互理解一下，好吧？我理解不了，我没法理解。你说出来我就理解了，你不说我就不理解。你什么都不说就封门，我不理解。没事，我不用出，我出。 没事，我不用出，我出，没事，不冷，没事，真不冷。对不对？有谁家是阳性？你说出来，说出来我就理解。你封门总得有个封门的缘由吧？无缘无故就封门，没有任何理由吗？说出来一个理由就行，让人信服的理由。你们工作辛苦，我们都理解，但是我们在家关着，你们也要理解一下，不能无缘无故就把我们的门都封住吧？
等一会儿领导就来了，你也不用指着手机架出来，那么太累了。哎呦，我没没事，我不怕累，我休息了100天了，我还累吗？我还怕这点累吗？躺了100天了，是不是？不怕累。本来啥事都没有的，你们不让我们下楼，我们也没下楼。现在搞得搞成这样子，这不是一弄，其他单元都挨着挨弄，一样。这十份完了，就剩15号楼3个单元，就剩15号了是吧？15号楼去搞就行了。